年轻人由于心肌梗死而离开的新闻一再发生，特告知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知识，自我心肺复苏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一命。假设现在时刻是17:50，忙忙碌碌的你上了一整天的班，正在独自开车回家的路上，你感觉到非常紧张和不舒服，突然你感到胸口有一股剧痛，并且开始蔓延到手臂和下巴，可是离最近的医院大概还有一段路程，更糟糕的是路况很差，你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了那么远，怎么办？你以前是曾经受过心肺复苏法 CPR 训练，但老师并没教你怎么给自己做急救，独处时心脏病发作怎样急救，一个人若是心脏不能正常跳动并且开始感到快要昏过去时，他大概只有10秒钟的时间，然后就会失去知觉，不省人事。若是四周没有旁人能帮忙急救，患者要立刻把握这10秒钟的短暂黄金时间自己救自己。如何把握10秒钟黄金时间？先不要惊慌，要不停咳嗽，用力的咳，每次咳嗽前都要先深深吸一大口气，然后用力的、深深的、长长的、不停的咳，好像要把胸腔深处的痰咳出来一般，每间隔大约2秒钟，要做一次吸，一次咳，一直要做到救护车赶到时，或者已经感到恢复正常，才能休息。答案：一、深呼吸是要把氧气吸进肺部；二、咳嗽则是要以这个动作压挤心脏，进而促进血液循环，也可以帮他恢复正常脉搏；三、对心脏的挤压，如此急救可以让心脏病发作患者有机会到医院被救。自我心肺复苏急救法，发出去吧，说不定就因此救了他们一命。请不要误以为你的年龄少于25或30就没有心脏病发作，由于现今生活方式的改变，心脏病发可发生在所有年龄组别的人。